算，彷徨也才继续闯，勇敢着所谓天黑，不过是以为王爷爷。嗯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去睡觉了。不远了吧？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哎，好，真不错。哎，自己都可以随意参观参观。这边是客厅，可以进去坐一会儿，走累了就歇一会儿。这边是餐厅，还有厨房。不错不错。郭爷，哎，你看。先坐会儿啊，吃点水果。哎，半个多小时咱就开饭。啊，这还行。哎呦，这不错。哎，这房多气派。是。哎呦，好好好好。哎，你们看这房子啊，真不小。我看，往了少了说，得有500平米有吧？都不止吧？啊，这还有楼上楼下。啊，对对对。大爷。哎。这里能开汽车吗？你怎么说话？哎哎哎，你看到没？这装修啊，嗯，哎呦，完全是精品啊！走，别治了，走，精品。嗯，哎，这是什么呢？漆货。你看看，有一样是红木的吗？啊？这是来干嘛的？还给人祝贺乔迁之喜的？别让人不高兴。就今天您忍忍行不行？没事，我管他们，交给您了。不高兴？嗯，你看你这俩眉跟万和旧社会似的。嗯呢，晚上提。嗯，保持住。嗯，真有意思。小鸡。嗯，晚上提。嗯，保持住。嗯，保持不住，不让你上桌子吃饭，听着没有？嗯，好，嗯，那啥，嘿，我是不是说不能吃了？不能再吃了，我肠子疼，不许吃了，不许吃了。小妹，小妹，怎么了，郭爷？铁林跟你联系过没有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还没回啊。一上午了，打电话都不接，你说是我重要啊？还是钱重要啊？哦，他刚才早上跟我说了，他说有点事儿，可能晚点回，让咱们先吃，别等他。这臭小子，你说。几个徒弟当中，就你聪明。哎，我就这嘴好点了。我跟您说，这刀工我一点没学会。
在你店里边，顶多了也就做个二厨。二厨干嘛呀？我那店都是凭您教我的手艺盘下来的。您去我那店里，我跟您说，店都是您的。啊，是吧？你说我是相信你说的呢，还是相信你说的呢？那您得相信我说的。您说呢？哎，师傅，师傅啊，这样，我来给您做吧。今儿啊，您乔迁之喜，我帮不上您什么忙。我来吧，我来，师傅，我来。那你来，我来，你来。您好，请不要挂机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Sorry, please hold on. The subscriber.